了新型冠状病毒后，多久才会有症状呢？如果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话，身体大概多久才会感到不舒服呢？新型冠状病毒从入侵你的身体到让你感到不舒服，大概是3到7天，其中时间最短大约为1天，而最长一般不会超过14天。但在这个发病期间也要十分注意，因为这个期间也有可能是一个无症状传染期。所以为了你和家人的安全，在家做好自我隔离措施是最有效的防护。所以只要你14天内都没有出现发热、咳嗽等不舒服的症状，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没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。